方不败。欢迎魏明哲上台，今天的所有东西来这一次。昨天做了什么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这样子好，好像前面湿湿的。OK， 那就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要唱什么歌，只记得先来一杯吧。啊，先一口。昨天是五百干掉之夜，不是是干掉五百之夜。对对对，干掉。今天来干掉李宗盛怎么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不是我。昨天有吗？我都问了。而且昨天很多人录音，我们昨天都没来。好的，下歌下歌了，这个要怎么收拾？其实他有想过今天。一个人就对付得了我们，还有造型